嗨，我是冯小哥，今天咱们继续炒菜拌面吃。面条是3分6，本来想少买一点，但它这是成包的，不过3分6也差不多能吃完。还有这个杏鲍菇跟肉，还有这个尖椒炒在一起拌面吃，这样就菜给洗一下。炒菜吧，可以收拾完了。做好了，杏鲍菇、肉，放了点油菜，放点我的辣椒，这面条相当好吃，好几天没这么好好的吃面条了。
哎呀，说完了。哎呀，这一碗面条吃下去，很踏实。行，今天视频咱们就到这儿吧。我是粉小哥，有喜欢我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一下哈。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